那协和分校的这些同学们呢，他们做出来的一个故事分享叫做跨越黄河沟。我们接下来看看这群在大陆山上的非常天真热情，而且把学校的每一个人当成自己大家庭的这个伙伴的这群同学，他们会贡献出什么样的精彩故事。我们欢迎协和分校的同学们上场。预备，开始。大家好，我们是台中市协和国小的学生，今天要分享的是跨越黄河沟。怎么会这样？就在六年级上学期，导师起了长假，我们突然换了一个新的代课老师。代课老师的脾气很好，只是我们跟他在相处上渐渐有一些问题。我们很想给老师一些建议，但是老师跟我们沟通时似乎很紧张，很怕我们，常常否定我们的想法。例如，老师会说：“不要找借口，不要预设立场。我站在你们的角度想，你们应该也要站在我的角度想。”所以啦，根本还没讲清楚就被老师打断，我们觉得被误会了，关系上产生裂缝，再加上班上有些同学被欺负，老师的处理方式并不妥当，班上变得好乱哦。老师在课程方面开始落后，隔壁班已经够强了，期中考前的进度与成绩更是严重落后。老师在使用电子书及出功课的方式也让我们很不习惯，而且上课时同学起哄，老师似乎不太敢管，学习时无法好好吸收新知，我们考考超想见。我们在音乐课开始讨论这件事，其实大家都希望能够与老师在相处的任何时候都没有压力，超越师生关系，当个好朋友，班上更和谐，课业更进步，大家愉快的相处。因此，我们需要跨越这个黄河沟，来修复师生关系，快乐的毕业。于是，我们共同讨论了以下几个方式：一，请家长与校长谈。这个方式应该会有效果，但是会造成我们之间的误会更深，而且老师可能会不理我们。更何况这是依靠爸妈来解决的问题，所以不能用。二，全班跟老师讨论。其实啊，班上有些同学讲话不是很有礼貌，而且老师的上课进度已经很慢了，再这样下去会更慢，所以会失去焦点，不适合。三，请班上教会沟通的同学跟老师聊天。这个方法的优点是老师比较不会有压迫感，可以非上课时间聊天，不会影响到上课的进度。最后决定我们这五个人代表我们谈的内容。针对教学方式沟通，建议老师该怎么教学以及进度的安排，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老师如何教学，会变成老师自己在前面跑，我们都只能停在原地，无法得到学习的成效。希望老师拿出威严管理班上秩序，例如老师的语调太过柔和，与制止班上的秩序似乎没有太大的效果。如果能够更严肃点，相信会有逐渐改善的状况。希望能够跟老师进行球赛联谊活动，因为当我们在进行互动时，也会产生彼此之间的默契，这样一定能让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好。如何做呢？我们先制作邀请卡，邀请老师排时间。邀请卡的内容里有提到，希望跟老师有4次的约会，以及4次的运动联谊。询问老师喜欢的球类运动，老师喜欢棒球，其次是篮球、躲避球及足垒球。等我们准备好，就开始进行沟通，千万不要吓到老师。但是，挺困难的。刚开始会鸡同鸭讲，老师说老师的，我们说我们的，
双方想法并不相同，就像我们之间有一层薄膜阻挡着，造成沟通时的障碍。当我们遇到困难时，便去找指导老师。指导老师建议我们要有礼貌，态度要和善，要委婉地说，不要急，把要表达的意见说清楚。所以在之后，我们都是先讨论，才去找老师聊天。后来渐入佳境，有成则灵。真的改变了，沟通状况越来越好，老师也逐渐改变他的教学方式，班上秩序也逐渐改善，而且上课笔记更是越来越充实了。老师原本一直拒绝与我们打球，不过到后来还是答应了，彼此的距离变短，关系更亲近，班上的同学都非常的开心。而且啊，老师还会跟我们开玩笑哦。心得与感想，班上的同学都觉得上课进度改善很多，不必担心快要考试了，老师还是会很慢的恐惧感，可以享受抄笔记的充实，真正的学习那种感觉真好。最重要的是，老师还会与我们开玩笑，大家都比较喜欢现在的上课方式，关系也变得更亲近，班上的笑容变得更多，与老师相处也比较没有压力喽。而借由这个活动，不但改善了师生关系，也让我们发现老师对我们真的很好。在整个过程中，我学到如何与人沟通，如何有条理地解决问题，这是个很好的经验。我本来认为老师很难相处，而且和老师沟通时总是鸡同鸟讲，但时间一久，我们和老师的想法终于融合在一起了，关系越来越融洽。我真的很高兴能够参加五人小组。我参加五人小组不只能让沟通能力变好，也能让我们和老师的距离变短。我们不只让学习的能力变好，我们和老师也变成亲密的朋友关系，会和彼此互相的了解，我们再也不用做尴尬的动作，也可以过着和平相处的生活。我很荣幸可以参加五人小组，不仅可以解决班上的问题，也可以跟老师的感情更融洽。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打躲避球时，老师似乎不太敢打我们；在球赛练习时，老师他是当一个搞笑演员，让我们开怀大笑，结束一场球赛联谊。在这个活动中，我们从意见不合到意见融合在一起，着实花了不少时间。我学到了怎么跟我的伙伴团队合作，我很感谢这次机会。我很荣幸可以参加这个活动，不仅可以促进师生关系，也让我不用因害怕而退缩。在这次的行动中，我一度尝试如何清楚表达自己的想法，可以冷静地思考问题，也因为这样我也成长了许多。在参与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得到最好的收获是可以用同学加上自己的力量，改变老师与我们之间的关系。而且现在的老师是真的把我们当孩子，时常与我们分享经验，甚至自掏腰包，只为了满足我们小小的欲望。我很感谢这个活动，因为这个活动让我更有自信，也让我发现自己小小的举动正影响班上的学习状况以及师生之间的关系。未来如果再遇到任何类似的情况，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破解，因为我相信团结就是力量，我们一定做得到。这就是我们跟我们的老师，我们终于可以快乐的毕业了。谢谢大家。好棒哦！哎，你们怎么竟然做这么多的事情啊？虽然都知道是你们的心得分享，但是哇，好厉害哦！而且你们，我以后我们都可以去当说故事姐姐。非常的厉害，想问一下，你们现在这位代课老师还在学校吗？在。所以你们还在继续跟他在他的班上？对啊。然后现在的感觉跟关心呢？老师变好，很好。我觉得他们的方式真的是很温柔又非常的理智，因为常常呢遇到这种状况呢，学生都是那种直
接冲撞老师的，可他们组了一个团体，然后用刚才我说的非常温柔而且非常理性的方式，而且还同理，非常有具有同理心，先能够先了解老师喜欢什么球类运动，非常厉害你们这五个人啊。好，那我们再一次掌声谢谢。